大家好，我叫米拉，今年24岁，出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距加德满都不远、风景秀丽但并不发达的萧山群。我们是个五口之家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比我小5岁的妹妹和只有7岁的弟弟。我还记得去中国之前，我对中国非常陌生，甚至一点都不了解。在我父辈的眼中，中国是个非常大并且非常友好的国家，尤其是尼泊尔大地震了之后，中国对尼泊尔的帮助深深地扎到这普通百姓的心里。中国为尼泊尔修庙、修路、修水电站、盖楼，各种捐款时尝试父辈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我在家里排行老大，因我在中学成绩优秀，被加德满都一家私立高中选为免费生。高中即将毕业时，选择在那个国家上大学是我最为发愁的事。在欧美上大学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学生的梦想，但在这些国家上学，经济基础是关键。我们的家当时并不富裕，很难让我在这些国家完成学业。我的舅舅和叔叔从事建材生意，在我家里长辈中说话也有一定的分量。他让我去中国上学，因为生意原因，舅舅经常去中国采购材料，对中国比较了解。19岁的我只能服从舅舅、叔叔及父母的决定，到中国留学。